好了，可以吗？嗯 ，Hello， 台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个最近来台湾的频率稍微高了一点哈，之前都一直没有办法来，是因为很多工作的关系也没有办法来到台湾。那最近呢，就是有上那个我要当歌手，然后来做这个评委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音乐上交流，这样可以让我常常来台湾跟大家见见面。谢谢你们。